下一代的概念吗？你要说下一代其实没有，因为它的交那个交段范围不一样，就 EZ 二一不一样。对，跟 EZ 二一，这个是68250。68250。二五零。那它也有两组是不是？两颗。对，一样是可以换的。一样是可以换的。可是我说跟 EZ 二，我记得是两个交段吧？对，这个也是两个交段。这个也是68250跟。我有点忘记了，135，就比较广哎。所以 EZ2 你们还是要继续卖这样吗？EZ 对 ，EZ1、EZ2、EZ3 其实都有。都 OK。对的，因为它就是和不一样的那个，和不一样的焦段。嗯。它没有说谁被谁取代。就是增加焦段。对对对，去 cover 更广的那个焦段。OK。那它这三个的颜色那些都，他们有都是一样的，色通都是一样的。OK。就是安琪一贯的色通。OK。好。下面是什么东东啊？这个是那个超低矮角，就是有时候会和一些比较低角度的拍摄的时候，就可以用那种角，它角高度在哪里？嗯。好，我再自己研究一下。好，没问题。是是是。这个是直接手要摆在上面，一起轮的。我这个是 EF 上不了，我可以换那个、啊。哦、oh, ，应该是不用，我之前看过了。它有出新的焦段。它
一次是买一整组吗？还是也是可以单颗买？对啊，你要单颗买一次。但是整组买的比较划算。当然，当然，当然。他现在有出到八颗全部都到齐。他是后面是出广角是不是？对，到他十八、十四。十四。十八也出来了嘛？之前就到十四，现在十八也出来了。对，就后面把十八、十四跟一三就齐了。嗯哼，我靠，老王，哎，你们老蛙变形镜头这一颗吗？这颗是变形 ，Animorph，Animorph。OK， 你要看吗？好啊。你会调吗？你会调那个 Red 的机器吗？会啊会啊会啊 ，OK 哈，可以啊可以啊，你要帮我拿过去吗？对对对。引擎，Animorphic， 它这个有几颗啊？这个目前是四颗，然后对，然后最近要补到六颗。他帮我们去买那个吃的，然后这个肯定要再调一下。好的。没有，我要拿装箱了。挂了，对不对？挂了，我等一下就可以。算了，这样子。有了有了，它这是 S35的，所以有暗角。哦，是，这是 8K 嘛，是不是？对 ，5K， 5K， 嗯 ，S35， 这是全，嗯，哦 ，S35， 所以有暗角。对。它怎么 tilt？还有办法 tilt 吗？好，OK。